这里是中越界和红。水抽干，因为这里面的鱼实在是太多了，太诱人了。我们可以看到那条鱼还在那里游来游去的，现在游到那个圆形的那个小坑里面。我们现在拿个石头砸下去，看能不能砸到这条鱼啊？因为它太嚣张了，一直在那里游。哇，刚好砸到，不知道砸死没有啊？